应该是这个吧。雷曼死前被撞，手应该回缩呀，为什么要往前伸呢？这是勾什么？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这街上什么都没有，就算是有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也都被那些环卫工人收走了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别着急，我再去那边看一下有什么新的线索啊。 你后来又跟你爸说那个事儿了吗？还是害怕？不是害怕，我想过了。身为检察官，不管是什么人犯法，我都要公正一点。现在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我贸然的去问，万一妨碍到司法公正怎么办啊？你比以前成熟多了。要是成熟，可以帮我找到雷万生前留下的证据，那样就好了。 应该是这个了吧？有可能，我拿回去确认一下。 云初，怎么样？这份资料应该是不全的，可能分成两个部分。但是能找到这一些，已经是很重大的进展了。我可能知道另一部分资料在哪儿。这个给你，证据就完整了。 储存卡里是一份报表，当年的并购项目不是并购，是一场商业诈骗。我相信你，相信检察院。